AI 智慧拍照照亮你的美，本节目由 vivo X 21屏幕指纹手机冠名播出。维持原态，是吗？抢眼，抢眼，很抢眼，女生很抢眼。苏恋雅她完全在她自己的那个角色里面，其实最开始看有点吓人，但是越往后看，我反而被她的那个角色吸引了，我就几乎在随着他走，他走到哪我就在看他。确实兔子把苏恋雅衬托得更暗黑了。苏恋雅，他们是怎么问？苏恋雅是主角，但是我觉得兔子给苏恋雅的这个做的铺垫我觉得是很好的，他配合的很好，所以显得苏恋雅很强。失落是肯定有一点咯，我对今天的表现不是太满意，今天给自己打分打70分咯，剩余的30分全是做动作。所谓热血，奇疾如风，极尽张狂，奇徐如林，直奔前方，侵略如火，灼灼苍茫，不动如山，不移信仰。疾风已至，临阵以待，烈焰相燃，山云滚动，陈瑞提宋茜战队只剩一个名额。 vivo 热血街舞团，热血之城绝地淘沙。对不起各位，我手上只剩下一个。两大战队最终集结，却又直面残酷的队内厮杀。如果你想要的位置已经被人选择，那么你有权选择 call。 我们自己打自己干嘛？这我下来。热血序列战，一场战队实力的正面交锋。 Let's get it。 硝烟四起，战火来袭，召集人热血观战，却为何坐立难安？其实我是觉得是我们队的内战，其实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知道吗？答案即将揭晓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